YouTube 订阅教学，教您如何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。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， 能及时收到影片发布及直播通知。一起来学习怎么操作吧。第一步，下载 YouTube 应用，点开 Play 商店，苹果手机则是点开 App Store， 搜寻 YouTube， 点击安装。第二步，注册 YouTube 账号，进入 YouTube 应用，建立账户，建立个人账户，输入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别，自行建立 Gmail 地址，输入地址名称，输入并确认您的密码，按一下继续，输入电话号码，收到含有验证码的简讯后，使用该验证码验证您的手机号码，按一下继续。账号注册成功。第三步，订阅金菩提宗师频道，进入 YouTube 应用，在搜寻打出金菩提宗师，选取正确的频道。进入频道后可以看到宗师各种精彩的开示与直播记录。记得在频道按下订阅，并开小铃铛，接收各种通知。第四步，快速看到喜欢的开示内容，点击影片，点击倒三角形符号，滑动预览，点击时间点即可。如果喜欢这些影片，请点赞、留言、分享给亲朋好友，教会您身边的亲朋好友，牵起他与宗师的缘分，法布施，功德无量。